常务监事嘛，正常的监事，我们陈理事长，还有我们院长啊，那个吃喝国会学会，龙山国学国会学会，还有出水的西施哈，西施歌唱团哈，啊，各位好朋友，各位长官，大家好。本来不想讲话，因为我刚才主持人问我要不要讲，我说不想讲。但是刚才亲眼讲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我在民国大概是89年还是90年，就是忘记了。邱镇长当镇长，当那个东交镇镇长的时候，他镇长就补助我90,000块，在东交演艺厅办一场演奏会。高管，你都别给你，你做店长嘛？为什么补助90,000？因为10万块要公开招标，啊，为了那个逃那个公开招标的方式，9万块做办一场，永远都把技术所以一个是我大文件啦，我永远记好。好了，84年啊，我们就在邱镇长的住家的地下室就办国乐班，联系帮在那边教啊，教了4年。所以永远记住他，他对我来讲也是在国会的旅程中也是最大的支柱哈。虽然我没有很少请他帮我请监委了，但是就那么一次了，不错，我永远记住他了啊。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国会的旅程中哈，我已经教了将近25年，好，从民国78年开始教到现在。啊，那当然现在是退休的，快要退休的状态，但是我觉得说。我们国乐演奏会是一个，国乐演奏歌唱都一样，都是音乐对我们的人生的素养啊、陶冶啊，都是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每次演奏会啊，观众都太嘈杂，这是我唯一的遗憾。所以今天看看你们会不会看到没有这个现象啊？每次演奏会，观众都在那边讲话。等下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啊，回去看那个影带里面都是讲话的声音，比那个演奏声音还大声，因为你的摄影机是放在观众席里面来，啊，所以这边在演奏的时候，那边在讲话，啊，后面的人他也不知道啊，他也没事，他那边讲，啊，讲了我们录好了，带回去要去，说是带去就演，他说要你们要演奏会完了，把那个影片怎么啊汇整好，送到机院去播，敢播吗？不敢播，为什么？拢在讲话啊，都是讲话声啊，画面漂亮啊，但是。音乐的东西听不出来啊，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样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很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今天我也是期待各位就是在演奏当中，当然不要演奏讲话 OK， 一开始演奏表演你就安静，不要讲话，这样的话对你也是尊重，对我